是一支卓越高效的团队，这里有敢为天下先的决策者，这里是青年才俊尽情展示才华的舞台，这是属于我们的最好的时代。今天我们满怀热情、智慧和担当，踏上燃烧的征程，扫平所有阻碍，打败所有困难，张开梦想的翅膀，释放心中的力量，把我们的激情、热血、拼搏、智慧、担当汇聚一线。我们是行业的领跑者，我们为玻璃深加工企业保驾护航，我们是方鼎。公司产品篇，创新描绘未来，创新铸就梦想，创新改变生活。方鼎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，坐落于西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山东日照，公司占地面积20000余平方米，注册资本2000万元，是一家专注于夹层玻璃专用设备、夹层玻璃中间膜的研发、生产、销售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。公司主要产品有夹层玻璃设备、均质炉、智能夹层玻璃生产线、EVA 胶片、TPU 胶片、SGP 胶片，在夹层玻璃技术细分市场具有较高的知名度。目前公司拥有第一、第二压力容器生产许可，通过了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、 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、 OHSAS 1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，产品取得欧盟 CE 认证、德国 TUV 认证、加拿大 CSA 认证。方鼎正以自身实力放眼全局，逐步向国际化企业的方向发展迈进。研发技术篇，公司拥有一支年轻高效的研发团队，与中科院、中国航空技术综合研究所、中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、南京林业大学、青岛大学、齐鲁工业大学、中国建材检验集团等科研院校建立了稳固的产学研合作关系，引进世界级院士，公司建有院士工作站、山东省企业技术中心、山东省工程实验室等省市级研发平台，国内唯一集夹层玻璃研发、专用设备、加工工艺、检测以及夹层玻璃中间膜研发制造于一体的综合性研发中心，配备国内领先的研发、实验、检测设备。目前拥有各类授权、受理专利230余项，山东省泰山产业领军人才、山东省紧缺人才等省级人才项目2项，山东省创新能力提升项目1项，山东省技术创新项目2项，日照市重大科技专项2项，夹胶玻璃智能生产系统、十字对流玻璃蒸压釜项目，先后荣获日照市科技进步奖2等奖、山东省企业技术创新优秀成果2等奖、山东省装备制造业优秀新产品奖、光学级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 TPU 中间膜研发及产业化，荣获2019年中国先进技术转化应用大赛优胜奖、第二届中国创意创业创新大赛全国2等奖。服务营销篇，公司以互联网加为引领，利用 ERP 企业资源平台、 CRM 客户关系管理等软件平台，实现全面线上推广、线下运营的新格局。公司每年都会参加世界玻璃行业的知名展会，德国杜塞尔多夫国际玻璃工业展、中国国际玻璃工业技术展、中国国际门窗幕墙展、意大利米兰国际玻璃工业展、中东迪拜国际玻璃展、美国亚特兰大国际门窗幕墙展等。展会上现场展示制作夹层玻璃的全过程，让亲眼目睹的国内外客户福音于我们完美的工艺流程，披荆斩棘，展露头角，锋芒毕露，震撼寰宇，为客户量身定做专业性服务，
为客户负责，与客户共同成长。产品销往哪里，我们的技术服务就跟踪到哪里。行业内首次提出了不满意就退货的服务理念，多年来保持无客户投诉、无经济纠纷，践行着三 A 级信用企业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的担当。fangding正是靠产品说话，以质量取胜，用服务赢得了全国各地5000余家客户的信赖与好评，并与多家世界500强企业达成合作。在国际市场上，产品也远销亚、欧、美等5大洲6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赢得了国内外用户的一致认可。匠石运金，五斧凿痕间，铸就fangding品牌精神，好评口碑谁与争锋。企业文化篇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，企业之行始于管理。fangding科技在党建引领、工会建设、全员创新、质量控制、内部管理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举措，将企业党建、工会建设与公司经营管理有机融合，高效促进，荣获日照市先进基层党组织、市级两新组织党建示范点、日照市全员创新企业、日照市劳动关系和谐企业与青岛大学、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合作的标准化建设四步走规划稳步推进，各项管理体系高效运转，资质认证完备，被认定为三 A 级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。公司以打造行业领军品牌为导向，积极转变管理理念，建立健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，使企业管理水平得以全面提高。以人为本，恃才必争，fangding科技为每一位员工提供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，注重对业务人员的服务能力培训、生产人员的金蓝领技能培训以及管理人员的管控培训，为建立独特的fangding文化和丰富员工业余生活，公司设有乒乓球、羽毛球场地，配备了围棋、象棋等文娱器材设施。每日晨会，公司员工集体跳舞、军训、习练太极拳，公司定期举办太极拳比赛和军事大比武等活动。现在太极拳已经成为fangding文化建设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，强身健体之余，更铸就了fangding人斗志昂扬的精神面貌。每逢大型节日，公司组织联欢会，展现企业员工风采，增强企业凝聚力和亲和力。如今公司拥有大批技术精湛的资深技术人才与经验丰富的管理人才，为企业逐鹿国际舞台打下坚实的基础。荣耀篇，春花秋落会有时，行者思尽自无疆。我们在探索中前进，在前进中创新，在创新中腾飞。公司先后荣获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、国家高新技术企业、山东省邓玲企业、山东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、山东省技术创新示范企业、山东省创新转型优胜企业、山东省装备制造业先进企业、山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、山东省创新型民营企业、山东省一企一技术创新企业、山东省文明诚信民营企业、山东省著名商标、山东省优质品牌、山东省知名品牌等30余项荣誉称号，见证着fangding品牌的发展壮大。口碑载道，光辉荣誉纷至沓来。时任工信部部长苗部长、江西省委书记刘奇等领导莅临fangding展位参观指导，山东省科技厅长唐波亲临公司调研考察，山东省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服务队深入fangding精准服务纾困解难，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，
日照市市长包联企业，市领导多次莅临方鼎调研指导工作。日照市科学发展观现场观摩会在公司召开，全市市级领导班子成员及各区县主要领导集体来访，山东省电视台、日照市电视台、日照日报社等多家媒体多次采访报道，无不见证着方鼎的峥嵘战绩。基业长青，再展宏图，每一次跨越都见证着历史和梦想，每一次成长都伴随着辛勤和汗水。荣誉属于过去，愿景昭示未来。方鼎人怀着对夹层玻璃技术的专注与追求，与时俱进，锐意进取，必将谱写一个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，演绎玻璃深加工行业的新型风范。